好，我是小妖。兄弟们，今天又是向外地美食博主推荐合肥美食系列。今天主持打算带我吃啥？肯定是合肥最好吃的。又是盒饭吗？盒饭有名啊，我们合肥的美食就是盒饭。对，跟着杨哥走，顿顿不离盒饭，天天吃盒饭。环保，给我来份大娘豆腐，豆腐，豆腐莴笋，好的，蛋，再来点米粉肉可以了，肥的不要素的。就是这个。刚才这个米粉肉真香。OK OK， 可以了。不够，够了，我吃不掉。好，这单独。别的。多吃点。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多吃一点。大爷大宁夏市是我招待贵宾必来的打卡点。对。味道怎好吃，又实惠又好吃。他小朋友是更好的。主要是你得领着去啊，你天天领着我们来的小摊。就说肉多不多吧，多，肉又多又实惠，还好吃，还接地气。到时候再来带你去吃更多的大鱼大肉。必须的，来合肥必须得找杨哥，顿顿吃快餐。顿顿吃肉，丹总你是不是有意见？顿顿吃肉就是跨年酒。